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，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是我的综艺大集合。新北湿地五路财神庙，哇，好棒好棒，又来到财神庙，今天一定要好好拜一下，每年都要来这边求财呀，要，希望大家今天见到你就有份了、啊。我们今天一见面了，就送财给大家了。真的吗？对对，我们知道过年呐、啊，要撞钟祈福嘛，要敲钟祈福。对呀、啊，你看那个除夕夜，大家哦，那撞钟包啊，108，年初一就要迎财神啊。今天有吗？进行第一个单元的哦，撞钟迎财神。好。今天参加的艺人都有机会撞到奖金。这里有九颗球，有四颗是9999，四颗9999，气球里面有数字哦。对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6789，你要指定。好，你去撞下去呢，有一张纸掉下来，可能出现零，可能出现九。哦，比如说你个位数撞到零没关系，没事。你最终关键是千，9000，还有可能撞出4个9999。哇！待会开放给观众嘛，哦，因为今天妙方是五路财神，准备了20几万的奖金，真的假的？年初一嘛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来，第一组就来，第一组你们四个人第一组，对，第一组，那轮流撞哦。好，你台小猴撞完，第二棒是台，比如朱子成，好，第三棒都台红毛，第四棒是台他哦。好，OK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这个可以。那 P seven 呢？各位，第一颗，各位，现在第一颗撞的是个位数，个位数，撞钟迎财神。小心哦！你看，不要走啊！你丢啊！有你，哎，走啊！撞他！气球，对，来，你们撞上第一个了，各位数，我倒霉球了，不要，是啊，不要，其实各位数比较好，这零，这个不是好事啊，对，他应该要撞到零啊，接下来你就是谁了，台后面就好了，台后先啊，对，我可以先抢了，十号，七号撞完了，你先几号？我现在好像被警察抓住，最后一次。幸运数字是6，真的六六大顺，来运，好，希望你撞个零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撞钟迎财神。好，谢谢红毛的。哎，第三颗，第三颗，六七都没有了，现在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八九，来，6、7、3个，专门在撞下面的。8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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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
迎财神。最近把零多撞掉一个，剩四个零，还有两个九，差两个九了，撞到九是9099。来，重点是他们三个呢，刚刚因为有科隆觉得很轻松，现在你要抬科隆吗？哦，惨了，抬不起来，撞三次就淘汰了哈。哎，99号，那5号呀，因为哈。我们的女生表示，四号他们抬不上去。抬起来的时候可以1、2、3，然后再往前冲，因为需要一点时间。好，你要需要一点时间。好，来，115公斤的科隆，115公斤。好强！
轻松一点。好像搬一座山呢，这个叫团体作战，哎，但是比较危险，应该不会四个九都放底下。对啊，我觉得制作单位就是想我们会这样想，是吗？那我们现在来看，几率来讲，应该摆四个在上面，你这样一撞底下，哇！公平起见，来比给我呀！来，我们来检查一下。来，九位，这个应该不是的，零，零的。有了，零，哎，会不会是一号呢？哎呦，所以是有的。我们节目是没有骗人的，完身的，对，没撞到，撞到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第二组是，哇，来，这边我这边，来哦，我们先吧。不想赚钱吗？想赢财神吗？需要，我需要财神，我非常迫切需要。看过轮流撞就对了，来，请就位，来，女生先来，已经算姐姐了，是先撞妹妹还是撞姐姐？妹妹先，那妹妹来，先撞妹妹，撞二号，撞上面了。轻的往上面撞啊！中银财神，咣！快节奏，节奏！这个不是听我讲，姿势越标准的，对，福气更多。刚刚那个大概今年福分只有各位数应该停一下，不要撞掉了，九号，哎呀，你们怎么都撞第一个撞的都要撞零啊，撞九，来第二颗请就位，我觉得姐会紧张，她躺着好了，躺着先躺着好。你还没选号码，你讲号码选啊！几号？那急着要撞啊！几号？一二三四五六。1 2 3 4 5 6，六是这颗哈。1 2 3 4 5 6。第八颗。八号，你把休息脱离，你不用管他。来，唐海洋，唐海洋。八号，来杨正，不要动啊！来了。哎，老点洗头吗？那个有没有认识的？讲哪里还会痒啊？哈，老点，来一位，八号，我们先移动好像好了。来洗头，洗头，好。还有四个，这有点重量。你们，哎，跟我一下，一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要顶起来，脖子要硬哦。受不了你们，我宁可自尽。受不了，十位数，零，可以，我要高的，一号，这个刚刚一号就出现九哦，第一轮的时候。哦，第一个啊，那我们刚撞留下来，那我觉得那就是相对的。因为他一直躲到这个角落是高的，起码900嘛，对，比刚刚好 OK 啊，我们要9000了。预备，好，来交给你们喽。来，老师，撞钟迎财神。太准了。有。
大家要辛苦啊，才会珍惜得来的钱。他们很重视钱呢，厉害厉害，超大力的。不是，你们抬都没问题，他自己顶上去，要不然你们目标是不准的。大力九还是九？九呢？是吗？九吗？九九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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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撞出一个九，就9909。哇！接下来这一颗太重要了，张勋杰，你们要来了，运势，你的运势，哎呦，只剩下一个九，抓得到吗？我们选对之后，对不对？后面就结束了。我剩下两个九，对啊，还有你先选，你先选吗？你先选第几号？第几号？你先选，可以先选吗？第几号？这一号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。五六七九，五一二三四，左下角这颗，五号确定要不要换？不然就五号跟六号其中一个啊。那就六啊，六大四，六是哪一个？六哪一个？下面不要太辛苦，下面这个吗？六三二三二，下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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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可以都可以。直觉啊，直觉正确的。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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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号五个五路财神，六大顺跟五路财神，选一个，选好了没有啦？五路财神，五路财神呐！好有了。一二三四五啊，这个组了，好五，确定了啊，确定了，你刚刚选六对不对？哎对，刚选六，刚选六，要不要先？哎，先开一个，冲！可以，先开吗？开开，你要五了嘛？还有五了，还有五了。对，你要赚五嘛？对，要赚五。你本来想要选六嘛？对，我现在六把它解掉了。开开啊，开！开！你要赚五，我觉得。等一下，给我解释一下。他刚刚选五又选六，现在又回到五。你既然确定五不能再换了，我就抽六了。啊，开！我先抽六了。开了，开了，开！因为你待会不会撞的嘛。对嘛？哦。所以你还有两张九，还有两张九，还有两张九，你五号嘛？要不要改？好，选一开始啊，他刚才有选过一号，但是前提之下你五号不能动了。好，你现在选开哪一号？一号，他刚刚选过一号了，那一号，纠结完一号你就好好撞了啊。零啊，一定是零啊，零啊，零啊，一定是零啊，九九九九九零啊，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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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现在不能再开了哦，我不开了，四分之一了，没有二分之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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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千，两张，哦，其他就909，请开始，来五号，五号，加油，等一下我们，花式，来两颗都你，花式，花式，带着喜悦的感觉，喂，你讲吧。有吧？有吧？有吧？老师，我让你们看着，好来，宣布了，要宣布了，来，手掌，手掌，得奖的是，拿出，五路财神，700空9空9，需要。这个是三号，哎呦，还有这下面的，所以下面的七号撞，九号，哇，九号，还有一个九，这是公平的，但是有909，你刚刚，你刚刚，一千块也不用找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千块不用找，一千块。有这么好？我待会给你们1000块，不用跑。快进来了，快进来了。来来来，我想观众也要开放给他们玩一下了。好，来，1000块，谢谢。对，开放给大家来赢财神一下。好啊。哇，这大赌哎！哇，哇，
哇，这太辛苦了吧！橄榄球，你们现在跑出这么大，他待会怎么抬？抽签呐！没有，自己的方法，自己的方法，你是橄榄球队，不是，是拉拉队，拉拉队，我拉拉队，同学校，东南，东南哦，对，哇，你也是东南，对，我也是东南，橄榄球队，拉拉队，拉拉，他们的船一样，他制服，一样橄榄球，一样橄榄球队啊，他不是啊，他拉拉队，拉拉队，他才是橄榄，我也是拉拉队，所以你是橄榄球。 他像吗？你也是啦啦队，啦啦队哦，但这个不是啦啦队，我叫他学姐，学姐哦，也是以前是啦啦队，学姐的就是等待已久了，等待已久了吗？等待久了，等待已久，等待已久，等待已久，这个是个等很久，好好抢奖金，好，玩法都知道的嘛，来各就给我，来，哎，现在同学组的哦，哇。 先排第一个轻的，那才中啊！先排第一个，你先来，那谁猜你啊？我们三个啊！啊，可以抬得动，可以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一开始还有力气啊，后面会没力嘛，但是先中了，先来。神奇啊，神奇啊！大家都没有选九，选要九吗？哦，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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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最后个抬脚的还可以这样啊！然后就离开了嘞，离开了。哎，他们好像射飞镖哎，对啊，他真的拿棍子去踢那个。哎，他差一点身体连包也弄破哎。对，好厉害，这撞的干脆，哦，越来越标准，嗯。哎呀，九了，哇，这是我们比较开心的嘛。九号先出来一个，自己选的九对九号，第二个是要十位数来，谁来选来哦？我要选五号，五号，要不要换？对角不换，五号不换，一样，他们都选对角啊。为什么不换？因为比较重，低的比较好撞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选五号，你有看到是零吧？他是选，他就是零呢。对呀，三爷五号，确定不换了哈？不换了。OK， 好了，他不会像你一言呢，三心二意啊。来，五号妹，拿捏撞钟迎财神，妹哦。他都是你丢我捡的吗？没有 ，no no no， 第一次你一说他丢了就跑，他是很认真，他飞出去，他飞出去，差点把我们墙给弄坏了。哎，这是捡出来的，捡出来，对，哎呦，五号，哎，你们撞要注仔细看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哎呦。选了吧，两个九哎，不得了，真的不好选了。等一下，9999，九颗球只有四颗九就被你们撞掉两颗。我们现在幸福九九哦。你刚刚是，你刚刚撞底下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要换上面吗？对。女生比较轻，女生比较轻，那你要选哪一个号码？你觉得？他现在有点害怕，有点害怕，数字变大了。三吗？三号吗？一二三吗？对，轻的一撞上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，三，三号，三号，预备，来，飙起来，好，走哦，很高哦，预备，小心啊，撞中，醒杯，醒杯，醒杯啊，醒杯啊，醒杯吗？醒杯吗？撞九还是零？九，你想要撞九？我是想要撞九。你要撞零？我们是九九九。九九九。好，加油！一点零，九九九可能要连续三次醒杯才有。因为撞中赢财神。Yeah.
怎么小钱？你要不要再补还是不会啊？紧接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，你头要陷进去吗？这个数字不是上重要，对啊，这个数字上重要，对啊，是五号，三号，结果是零，另外一个好消息，你把零去掉了嘛？对啊，接下来最后一棒才最重要，如果是九是9099了，9099，干脆就给到10000了。基本上弄到9000就是给大概10000的了。对，10000的没有那个零。是吗？没有要9100吗？9100好了。刚刚不是涨10000？刚刚好像没有零头。那你就多少了？9100。不到10000，圆圆满满。来，妈妈来了。学姐，你再后退。好好想一想，用你的透视眼，用你的诚心啊。你看起来也好。现在有1、2、4、6、7、8。1、2、4、6、7，多少？四啊？这个五？五？不是，对啊，那个是五，再六，六七，七七吗？七不七吗？不换吗？换。等一下，笔给我。又来？你要七是啊？确定的吗？那要戳哪个给你看？戳哪个给我看？你可以，你现在确定不换了吗？确定七了吧？好，七。真的不换吗？那你同学，不，你问，你要问讲，蔡新雅七号好唔好？你要问，七号好唔好啊？你无拜这边，你是什么啦？你拜瓜哥其实也是有道理。神仙呐！我要撞个人。那要拜那边的拜瓜哥。不是啊，是拜我不对啊，财神爷。拜财神爷啊！不换我就戳别人给你看。啊，一样。你要戳一号对不对？一样。你说一样，换一号，确定一号。现在换一号，因为没杯嘛。没杯啊。那七号。用我的鞋子好。啊，用你的鞋子啊。再一次。你这种鞋子不好。一号。财神爷，一号可以吗？1、2、3。这种。一号也不行。这个鞋子。很难盖过来吧？过一轮那么贵啊！这鞋子很难盖啦。你没有三号已经没了，而且三号刚刚是九，没有错。第三颗，哎，很准嘞，三号真的是九吗？是九，没有错，所以才醒龟吧？他说没有第四颗，四号。四号醒龟。哎，卡不？那四号，他换四号，要换四号。确定吗？我好乱哦！我再问你，我也不知道嘛。你刚刚第一个选七号，第二最后一个选四号，确定哪一个？四号。来，学姐，来抢！我要戳七号给你看吗？要戳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已经确定四号了嘛。七号、一号，他刚刚都有选，已经锁定四号。四号，那就戳七号。锁定这一颗，他选这个。现在我就公开七号他跳过的，我来看一下。应该是零啊，因为刚刚没有杯嘛。这个如果酒的会死，酒会哭死哦。会哭死哦。酒。卡了。手表。那鞋子已经 OK 了。换鞋，换鞋。那就醒杯，醒两杯了。你的鞋子也是。剩一个酒了吧？他说他还有一个啦，还有一个。四号来，请。财神爷。小心哦，脖子小心哦！准备哦！脖子有！好呀，不垮！好，有了，掉了！掉出来！来，这是四号，对不对？对，九！因为他是观众嘛，还有四颗，对不对？对。最后一次选，是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，1、2、6、8，1、2、6、8，等于只剩一颗酒了。对，剩一颗。1、2、6、8，四分之一。该选七没选到。选一。接近。
很难决定啊，哎，很难决定啊。二吗？确定要二吗？确定吗？真的吗？好，错，没有没有了，再撞，是他撞的啦。确定二了，对。那你扛我撞。啊！我扛你撞啊！我扛你撞，我一个人扛不起来啊！对啊，再找一个来扛。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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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这个同伴不是很好吗？对啊。来，你是想我就是，然后借一直在咱们乱，还要借由你的力量。我现在是给他机会。对啊。你们两个给他加持来。好了，后面谁来？后面谁来？不是，你这样子会不会是我的头在？你这样子呢？拿起来，拿起来，不要那么大，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撞我，不是你撞我。哦，没事，就打没了。没了，你是没当是无好弄，无好弄。你的理由啊？哎，理由啦，理由 ，lucky， 就这最后机会了，而且是瓜哥多给你这个机会，就，哎，有吗？就。这是九吗？九啊！是零啊！啊，是隔年才会发大财，发大财啊，起码发大财啊，把他的财气吸光。来，别买了，跟我们讲几句话了。我们又一年再见一次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过年要出财富嘛。对，我是石碇五路财神庙的田主委。嗯，今年是大年初一，1月22号的大年初一。嗯，今天很欢迎众义大集合来这边，石碇五路财神庙这边也是补财库。对，大年初一，我也有带，今年还有也刚买。去年你们是在用哇，好漂亮啊！金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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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时可以插在我那个提款机里面，可以你。真的假的？哇，一块钱。哎，那大家可以去插卡里面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对是跟 Seven 全省 Seven 里面 Seven 里面来我们这边做，所以你们还有一个卡，也是 Seven 来这边做，所以这个红包袋是很少，等一下找我们再拿回去，有没有发红包？好棒，全部事情啊！哎，恭喜恭喜，石碇五路财神庙，要抱一个，当然要抱一个啊 ！Come on baby， 而且刚刚已经亲一个，抱一个。五路财神庙，来继续送幸福。接下来要新的一年度体力灵活度大考验了。没有错，感谢我最挺综艺大集合的挺力了。那么今年哦，哎，我们的战况又更加升级了。2023年改版成为挺力谁最灵活锦标赛。那么一样，我们全台走到最后要找出这个全台最强的灵活度之王啊。是。而且呢，每次选出一位冠军，年终的时候呢，一样来一场大 PK。获胜的那位朋友呢，就可以获得一年份的保健食品。游戏呢是抢头香嘛，年初一嘛，年初一大家都要抢头香啊。从那个起跑点，少英一吹就要抢的头香了。对，这个是大年初一抢头香。OK， 而且来看看谁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冠军，第一个。而且今天的参赛者就可以获得这个含有 UC2 的保健食品，绝对可以让大家的身体灵活度啊，是不是？那一开始呢，我想怡芳跟嘉伟来示范一下。我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妈妈要看了哈，啊，用香把这个球弄破，是不是？要听的关键字啊。关键字是抢头香，听到抢头香才能跑哦。对啊，要注意到哈，预备，抢前，抢后，抢娘。
转眼，抢滩，抢头香，抢头香，一方获胜，这个就赢了。挑清楚啊！挑清楚，是是是，安全标盖了哈，标盖，标盖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我们的参赛者，我们的妈妈们，来这边，这边请来。妈妈贵姓？李木子李。木子李啊，你在地吗？是的。啊，哎对。比你贵会啊？75。75岁哦，你请到那边光哦。哎，还好了。还好。哎对。有到庙里抢头香吗？哎，今天第一次。你年初一会去庙里拜拜对不对？哎，偶尔会，偶尔会，是。那个你是画家吗？带那个小画家？没有了。艺术家，艺术家，是艺术家了哈。很多艺术家都在这边，真的吗？啊，艺术家是你？对对，这样对。好，你大名是？王淑娇。王淑娇哦，他做什么艺术？我就是创意的，文创的。文创？做什么文创在哪？我们现在是艺文协会的理事长。哦。对，而且我们过年都有写春联。哦，写春联哦。这是我们的。来来来，下一位。厨师吗？你做什么名？怎么样？我叫秀兰。秀兰玛雅。秀兰啊。蔡姐，秀兰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我家庭主妇。家庭主妇。没有，家庭主妇。妇女会的理事长，现在是妇女会理事长，对对对，一个是文创会的，对对对，啊妇女会，啊平常有运动吗？偶尔，偶尔，这三位对不对？还有一位，来来，妈妈大米是陈梅子，梅子阿珍阿蒂娜阿珍姐啊，你的近视蛮深的哈，600，不止哦，800。无，唔在咧，无无了。你在咧挂物件，太细腻了。哦，不要插到对面去了哈。不会不会。啊，这位你好，我姓王。王。王林轩。王林轩，有5个嘛？哎，那两两对战的话，哎，那我们加一个啦。再加一个，年纪差不多了吧？年纪差不多。年纪差不多。哪里？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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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，然后夹出来，六个嘛，这个挺腻，有拿奖金哦，最冠军5000呢，哎，今天冠军5000了，冠军5000块，加油加油，哎好，那其他的还有我们这个挺腻的东西嘛，对，有啊，没错，参赛者呢都有机会获得这个小礼物了，是，那比赛是2-2一组，会出现3个，3个最后一起上 ，OK， 对不对？好，要听清楚关键字哦，哎，爱听我哦，啊，你们比赛开心激情哦，大家展现一下自己的气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各位选手，谁最灵活？我最灵活，最厉害！光这样挺立就应该一个人给1000的，你知道吗？小礼物到，小礼物。算了，我不是挺立，我不能帮他乱讲。来，请就好来。哎，挺立谁最灵活？锦标赛。哎，关键字是初一哦。初一才能抢哦。初一哦，初一哦。好，预备。初五，初七。出力，出饭，好好稳啊！出亏，出二，出一，哎呦，灵活度加管家管，你马上想到初二、初三都没有动作，初一就来了哈，很厉害啊！你先获胜，你先过关啊！你先休息一下，你听我，待会进阶轮决赛，进决赛，进决赛，哎呦，周英杰要来了。准备好，关键是什么？抢头香。注意听哦。来，预备，请立，谁最灵活？锦标赛。关键字是抢头香哦，抢头彩，抢头脑，抢头发，抢头皮屑，抢头文字的。抢头巾，抢救人大兵，抢镜头，抢票，抢头香，抢头香。哎，老师，好，你是妈妈赢了。你非常快的，你是很快，非常快。妇女会理事长，妇女会，而且这个画面呢，是你反应真的比他快。你反应真的快呢。他没有让你快，他很容易插。对呀。哇，灵活度很好嘞！重点他那蛮狠的插，所以第一根下去就歪掉了，所以他插对了。啊，厉害，你也晋级了，正宗演员。谢谢。两个进冠军赛了，剩下两位了哈。好。接下来关键字是初一。哦，初一。注意哦，来准备哦，来，请立，谁最灵活？锦标赛。初五。
不打诳语。出门小心。初一吃素。初二吃肉。初一。这个方面反应很快。刚刚三个晋级的，来，三位晋级的，来来来来来，上来。经过一轮比赛，哎，初一抢头香三个过关，现在三个站在原位，我也会念关键字。棒，第一个就是5000块了，就是冠军了，就是今天的冠军了。我觉得亚军跟季军呐，各给1000呢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对，人人有奖，人人有奖，那得过年嘛，大家拿个当然当然，对。那其他的没有入围没关系，我们待会会有健康食品。好，好，送给大家三个请就位。好，好，这是最后冠军赛，冠军赛了，关键字。那哎，关键字是什么？哎，关键字是抢头香，抢头香，抢头香。大家注意喽，来。挺立，谁最灵活？锦标赛。你们太抢快了，来来，再试。还没开始抢。来，挺立，谁最灵活？锦标赛。我最灵活。有吗？对。哎，初一。初二。不是抢头。初一。很厉害啊。那不影响，那有听到关键字啊？他们都比你清楚。关键字是啊，抢头香，抢头神，很像很像哦，抢头发，抢头巾，好刺激，抢头文字顶，抢票，抢功，抢任意逮捕。抢头香，抢头香，你是抢头香，过年问你是很厉害的。哎呀呀呀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果然是灵活度酷啊，好厉害好厉害，他最稳的啦。考反应嘛，他是球球丢啊，没有好吗？我是前面被你们吓到了。对，那我想初一他们每动很厉害，他们听得有关键词，我这就懵就过去了。有时候初一他可能就冲了嘞。对啊，因为这三个姐姐太厉害了。哎，来啊，什么事？他们两个比我年轻啊，我强不到也是。没关系，是我刚刚有讲冠军5000，你们有1000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来颁奖一下。来来来来来来，颁奖颁奖颁奖。之前呢，我们有东西要送给大家。好，来送给大家，送给大家。来来来，要提升身体的灵活度，就要含有补充的 UC2 的保健食品很重要哦。选择有美国、日本的多国专利，也比较有保障。那一天一小锭，好好保养三个月，身体会更溜了。谢谢。好，那我先颁1000块了哈。第一，努力了哈。第三名的，这个是也是你是第一名的，好，快点。1000块都不想要。来来，巩俐哦，来巩俐赞助的了哈，来谢谢。巩俐巩俐巩俐，哦，没有刚刚哎，大年初一就领到这个红包，真的太开心了，谢谢。大家新年快乐哦！哎呀，当然当然，是其他那个姐姐也要，也要也要，刚刚没有拿到对不对？谢谢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人人都有，对对对对，好来了后面的朋友。刚刚那个谁比赛了，还有一位钟英姐，钟英姐要不要？钟英姐要，交礼物。好，来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像今天游戏这样子都会碰撞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平常啊，如果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碰撞的风险嘛，所以呢要小心，我们要补充钙哦，维持骨骼的健康。如果出门如果不常出门啊，去晒太阳的话，其实这样不好，一定要记得补充维生素的 D3，是维持肌肉正常生理这样的一个成长。OK。好。哎，这样就会有骨骼肌肉双效的保护。最后啊，请这些婆婆妈妈们哈，哎，来和尊比公正，挺立谁最灵活的锦标赛，哎，请你们准备来挑战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年大年初一抢头香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继续送祝福。哎，接下来进行是金兔翻腾好彩头。哎呀，
这个跳起来，今天高度是300，因为每个来的都是有各中好手，哎，大有来头啊，都有他的记录在了哈。这边写的清清楚楚啊，基隆黑手谭跳翔，黑手谭跳翔，做趣味了哈。在家里就机车坐垫，机车坐垫，机车坐垫。你为什么只有光做机车坐垫？你引擎不行吗？换不行不行，就是换。那也不叫偶趣啊，是会弹的那种机车坐垫，就是换皮箱。你也喜欢的飞机弹跳椅吗？是会弹的，有一种机车的会弹。年轻人很喜欢改那个坐垫的样式，对，那个改不完的。所以光改坐垫呢，他没有改什么。没有没有，大名叫林义佑。林义佑今年几岁啊？今年28岁。当年是跳多高？325。三百二十。之前300就很辛苦了。对对，325你好像没跳过。我吗？你300跳过？我曾经跳过了300。对对。天津美女为什么笑成这样？他讲哈哈哈，然后你说真的假的？有跳过300，有跳过。真的假的？有过，325很高呢，哈，很高，所以今天有资格来参加我们。OK， 这是第一位嘛，好彩头，天舞飞天跳，跳舞王，为什么呢？飞天，你是飞什么？学长，上次我来参加节目，然后学长帮我取了名字。学长是哪一个？哎，后面的蒋嘉欣学长。哦，跳远王是，你是跳远北体跳远选手。对，没错。哦，你跳过多远去了？上跳远的最远是7.30米，那就没有7.30米。7.30米是大专的吗？对，大三，现在大三。大三的话，7.30米应该全国可以排在前几名。真的吗？那你这个游戏你之前也玩过？有，上次最高纪录是3.35米。3.35米，就被压过去了嘞。3.35米，大名叫蔡佑成。蔡佑成，蔡佑成，北体跳远选手。OK， 最高纪录3.35米。OK， 第三位呢是武大田径跳跳。跳跳舞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爱跳，跳来跳去的。哦，但是你跳高曾经维持多少记录？335。335。335。哎呦，335的335。所以每个人就想突破自己记录嘛。对呀，对呀。你看看。看看啊，大名叫做陈柏尧，陈柏尧，你都很年轻哦。天，这个武大田径跳跳舞 ，OK， 这个是天母飞天跳远王，跳远王，还基隆偶练，基隆偶秀啦，偶秀，偶秀，好来来来来来，北体飞要小羚羊，小羚羊来，还有大名叫林嘉欣，并在跳远界是有名，是吗？对，你好像有跳过8米，对不对？8.14米，8.14米啊。8.14米，8.14米，哎，应该算是历年前五杰了吧？第三，八米多，哎，强哦！对，在那边跳过我们节目跳多，有跳这个吗？我没玩过，没玩过，没玩过。那你是跳我们节目的什么东西？不懂，好，欢乐不懂哦，不懂，跳远的。那时候跳距离多少？425，超远的。对他来讲，其实他跳不远嘛，对，8米多，哎，对不对？哇，叫嘉欣对，对，林嘉欣非要小羚羊啊，家和万事兴。接下来能压轴这也不得了了，健身业务弹簧腿，哇，你是卖弹簧椅的吗？不是，你大名叫陈义伟。陈义伟，您参加过这个吗？没有哎。那你参加什么项目可以留下资金买？我之前是参加马道成功，然后挑战到11层。哦，马道成功，很厉害，11层哎，最顶的啦。所以这么看起来，每个弹跳都很厉害。对，我来了。最近看来也只有我可以了啦。我们都没有拍戏啊。因为最近比较习败啊，哈。最近有比较紧一点点啊，对，所以要再来拼一下，再来拼一波，再来拼一波。那我们今天奖金从300起跳，不用再拼280浪费体力了。300再起跳。300能跳的跳，不能就淘汰了。天气那么冷，但那风口吹的也不行。天哪！300就直接是3000了。哦。310就5000了。哇哦。提到300就8000了。刚刚提到有人330的，就12000、16000。350就是32000了。哇！真的吗？三百。350，你等一下喊了就给他拉到350哦，你要不不是啊？300我们也没有啊，我们只到350。我们最高可以到350啊，到顶了啦。350到400都可以。你看多少钱？350，30000啊。哎呦哎呦，怎么可能？他踢到2楼去了。32000的64000嘛。我想不要讲那么多，我们真的踢到350再来说嘛。对对，好了，先不要定了。停一下。哎，这种天气，大家说个几米啊？大家都没暖身。对呀对呀。我暖暖包，你暖。来来来，不要客气。那按照刚刚棒次这样跳了，来请就位。来。现在在10度的低温之下，大家要跳这个哈。好。想必他们有暖开了。第一棒一右3000。
有差了，300就差一点了。因为不，因为天气冷的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有。没关系，因为天气冷，我们给他们都可以跳一次。男生，来第二棒，第二棒。好，来，预备。第二位，我们这位跳远王。整个脚去踩萝卜的，厉害厉害！他直接用顶球。OK， 好，哎，请休息。哎呦哎呦，哎，你看，你的350危险哦。这个第一个就300没跳到了，我很怕他们。但是那个刚头锤都可以。啊，没有，跳到后来就没力了，我跟你讲。博瑶，来，预备。厉害嘞，厉害，是神跟体力啊！你们是战战嘎呢哈，来休息。第三棒是嘉欣，来，要嘉欣了，来，每个人一棒给嘉欣。不省点力，待会就没力了。他在跳可能会踢到灯笼啊！好，下一位，一尾活龙，一尾，一尾，一尾活龙，一尾活龙，一尾来了，预备。差一点嘛，无皮耶。你差一点就没有了，我跟你讲哈，保留体力哦，保留体力，这个就知道了，保留体力啊。好，谢谢，一尾过了，现在是闪电侠，闪电侠，闪电侠，来，闪电侠，一二，闪电侠，一二，起跳，闪电侠，闪电侠。哎，我来大吉了多久了？怎么开始有这个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？不是力不从心，你最近这么忙，又要拍戏，又演唱会，哪有时间训练呢？你有一就没有二，有二就没有三嘛，好，还有一次机会吗？没有了。刚不是还有一次机会？好了，闪电侠，我刚刚讲，因为天气冷，给各位补考的机会。好哎，好哎，好。一又补考一次，你补考一次。好，不要再演了，不要再演。我有演了。奖金就这样了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没踢到就要淘汰喽。来，一佑补考。你就像那蛤蟆有没有捞起来晒太阳，再丢回去它就拼命伸嘛。对对对，他危机意识，他现在态度有点像这样。哎，他没过，发了已经。哇，很漂亮。是是是，恭喜恭喜，恭喜，晋级晋级。好，闪电侠，新装闪电侠，闪电侠，等一下，他压力来了，他压力来了，第一个就淘汰他了。哎，对，还要讲这种话。关就这么吃力，后面怎么走？因为300翔哥有过，我一定要过啊！怕输给他啊，了解了解。太丢脸了，不想输的感觉。可是他没有补考哦。我那一次就中了，拜托。对啊，我是往上才没踢到。那我踢到301我就赢了。对对对对，接下来目标就是310啦。310啊，奖金多少呢？5000啊。好，5000。其实没有那5000的，6000啊。6000了，应该都会每个都过了。6000了哈，所以你喊高一点没关系。对，没有关系啊。一又来，6000了，也是一样补考一次哦，因为小心啊，刚才踢完，差一点点哦，太精彩了。
佑成来了，一位。佑成的起跳。头不是头快顶到球了，你这个完全是靠跳法，是完全是靠飞踢的，脚没踢到，但是球场面前过，可以补考、啊。来，请好博瑶，一位，博瑶他第一次起跳，好轻松，轻轻给他碰一下，这个轻松啊，这个轻松了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这个博瑶不错了哈，可以休息一下。嘉欣，嘉欣来了，预备，准备嘉欣，到底能不能嘉欣跳最高的？你刚刚劝得快，哎，340到350，我们价钱再稍微考虑一下。有没有？你要想一下。他整个脚扒上去了。对啊，往上没问题啊。那个鞋号跟萝卜一样大，你看，有没有？他的鞋上鞋。萝卜黑黑的。穿大一号。他已经站到上面去了。我就跟你讲，实力慢慢出来了，这个有冠军相。而且会慢慢热开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请休息一下。厉害。一尾活龙来了啊！一尾。而且他是摸过去的，没有像那个刚刚前面那个嘉欣用斩，用扒的，还要小心后面小心一点。好好，接下来郭宗佑了，310，一位。好，郭宗佑310，加油！起跳，加油！加油！好空棒哦！我看了多少空。没错，有点夸大了，你没有踩到点啊。对，补考，右成，预备。好，右成，刚刚是飞过头，高度是有的，准度而已。停下！现在踢那么高。哎呀，扎扎实实的跳。哦，你这个现在又踢好高哦。真的蛮厉害的，他跳太高了。对啊，我就不知道，对啊，他现在又变你很有冠军相了。对啊，啊好，我们先淘汰郭宗佑再说吧。来，来，请郭宗佑来。郭宗佑，请准备。金光闪电侠，金光闪电侠，预备。金光闪电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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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光闪电侠。哦，还好有过啊！你已经赢了，你已经赢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你打得很扎实，很好。哦，可是你要注意，人家跳两次而已，已经跳到四次了。好，先回去吧。320，好，往上拉，往上拉。320，一万了。好，320，你来挑战到10000块奖金了。320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预备。加油！第一棒。300就开始辛苦了。其实也不是想象那么容易啊，真的一踩错就不行。这次是步伐没调整好，对不对？想怎样你都可以讲哦，还是要安全为主，还可以补考一次。好，谢谢。第二棒，右成，哎，右成来，哎，第二位，好，300。没想到他是左右开弓，左右开弓，左打左打右打都可以，哎，厉害哎！你这样就节省体力了，对，角度会不一样，哎，哦，那这样他蛮有实力的。他脚步如果不对的话，哎，没关系，还有另外一脚，对对对，这只脚这只脚都可以起，对，两边都可以攻嘛，厉害厉害厉害，二刀流，博瑶，好，博瑶起跳，来我们这位辅大田径的跳跳舞。高下就立判喽，这是什么问题？偏掉了，偏掉了，你不会左右脚弓哦？
都是右脚，都是左脚，左脚翘，习惯就习惯了，不是每个人可以临时变正的啊。那休息一下，临时换脚，哇，加油，加薪了，哇，再接下，预备，这些运动选手的脚感觉都好有力，怎么？没事没事，紧实扎实。哦，小碎步之后启动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你把我们绕一圈的呢？对啊，他绝对是冠军，不一定，绝对是。你看，因为他把我们整个八，那上面还有你的脚印哎。高一轮练起来的，对，他不仅是冠军，而且很有可能挑战你的350。对对，大年初一的这种天气让他们这样跳，辛苦啊，辛苦。穿短裤，你看。对对，要赶快比赛，不然那么快。休息一下，来来，一伟一伟，一伟一伟，来预备。跳到这里已经三个要扑倒了嘞，没有了，加郭宗是四个嘞，郭宗还没有跳，还没跳，还没有跳。好，那你出问题吗？我没有踩到踏板。对，你们可以上来自己瞧啊，还可以自己瞧，自己瞧哈，来请休息。哦，那郭宗是很大牌，一定要我们帮他瞧了，看。哇，这么难！奶奶，你在忙什么？大牌，好重啊！你看到瞧到这样子，他才出面看。对啊，哎，可以吗？这样 OK 吗？你这样角度可以哦。你跳，你跳不上去，不可以再怪我们踏板，因为我们踏板这是全新的，全新的，十二年来第一次换新的，换新的，好久，十二年也太久了。为什么换？因为跳到已经断过两次，断掉了，再补了。哎喂，罗中庸，十二强，320的一个起跳，新装闪电侠，小碎步，调整步伐，起跳。说错吗？没说错。太急了。哎，怎么有？你突然又改，你突然又改变这个什么？应该累的。你好活泼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啦，身上灵养跳过来，那步伐错了，所以开始跨大步。是啊，我就觉得你看你为什么，然后那力量就分散掉啊。那是跳远啊，没有远度，差一些。这一次会过。我刚刚为了示范他，差点翻船，多可怕！我刚刚看你刚踩到，在翻船，差点翻船。好，320要四位要来补考，一用补考没过的话就要淘汰了。加油！好，由黑手弹跳墙，黑手弹跳墙，越差越差越远。哎呦，没力了，越差越远呢。跳太多次，对，辛苦你了。但是你很厉害了，再次把他名字说一下。他是林义佑，基隆欧趣伟嘛，欧趣伟是机车坐垫，不是之前是325，今天天气太冷，320都没踢到，但也很精彩了。我们送一个暖暖包，哎，那你不是要给他，为什么要收回去啊？那是我的啦，好，谢谢。我们慎重看待这件事情哈，我只有两个暖暖包，不能送光。博瑶，啊，因为。博瑶，起跳，起跳，有了，厉害！哇，这次你又做对了什么事呢？请说。瞄准了啊！瞄准了，瞄准了，瞄准了，踩对了。好，恭喜你过关。好，好 ，OK。一伟，不考来，预备。超太久了，加油！加油！这种最漂亮，只是摸到就好，哎，可以去扒它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这次踩准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要想象那个感觉，因为接下来要挑战330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淘汰步骤，他要击啊，他会过。他刚刚说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淘汰郭宗耀。加油加油，可以了，熟悉了，可以，加油。
帅帅帅帅帅哎，我听好多次要放弃吗？不行啊，太累了啦，我看不要了，完了吧。观众就是喜欢看我们拼搏的精神。对对对对，你要这样讲，我们很感动。对对，你如果过关，我再多加5000给你。最后你冠军，如果你是冠军的话，多我。他就是他讲这种话，就是没有看到，他才敢讲。我讲什么都不对，我他这么拼。对啊，他是他是艺人代表，如果最后他一个人独拿什么32000啊，我再加5000啊，什么的，对，32000，对，32000加5000，40000多的。对，32000加5000怎么会40000多？32000加5000，37000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1、2、3，现在5强，现在5强，现在5强进前4强，那还蛮简单的。对啊，也不用，要过要过要过，没过就没了。前4强啊，3000啊，真的吗？前4强就3000。330，只要有一个人被淘汰，你还在，你就是有3000块的奖金啊！谢谢光，谢谢。因为你们跳过330，接下来挑战330呢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330。哎，我们现在只淘汰一个，只淘汰一个。对啊，这组蛮硬的。我好像没有过330。哎呀，给自己勉励了哈！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对啊，对了，你讲4强就要给他，那是我个人给他嘛啊。好，接下来挑战330的高度，刚刚10000嘛哈，对，14000，14000。好，你看来到了14000块钱，你真的很认真了，14000哦，一位。好，第一位是我们佑辰的挑战，330的高度。厉害了，厉害。这个是问大大的呀，这个又节省体力哈，又成功型啊！来来来，对对对对，来，请坐。第二位呢，博瑶，博瑶刚刚好不容易补考过哈。以目前这样看，过去要进前四强是有点难了。对。好，博瑶，准备。哇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过去用机会来了，一半的机会来。哎呀，你这次又做错什么事啊？只有没有踩好了，没有踩好，但做对又做对什么事啊？你踩好了，请回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博瑶的失败让我很担心，那3000块。没有了，他还自己要踢到才行。对的，加薪，加薪是目前为止没有补考的人。温大大，好，加薪真的厉害啦！我们这位北体飞要小羚羊，北体的跳脸选手。高度，他踢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他是加薪从头到尾一次成功哦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刚刚看他这样扒，还有余地可以扒。有啊，330、340，哦，350，危险哦，危险，真的危险。来休息一下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是地伟，地伟喉咙。好，地伟的起跳，好，330的挑战。比赛哦，怎么样？有点累了，有点累了，累了啊！最累的在后面，第7次起跳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最累的来，四个跳完两个过，两个补考了。哎，郭宗佑，加油！你踢到就一定前4强了。你踢到就是3000块红包鼓励了，一定前4强了。预备，瓜哥要给他前4强的鼓励。郭宗佑有机会踢到这330吗？3000块，要拼冠军不容易。你这次是这样踢耶，这样子哦，你不是这样踢耶，你这是往上，没有躺，你是从下往上，歪掉。那我待会是不是要往后挪一点点？对，我思考一下，我思考一下。往后挪，你圆度不够，你要躺。你现在踢到这个就3000了，你还对，所以我一踩就要往后躺。对对对对，但是你还是要注意脖子哦，落地哈。好，三位补考，两位过关，玉成跟嘉欣都过关了。现在有三个补考，博瑶第一个，博瑶先来。没跳过就没了啊！预备，哇，没跳过就没了啊！一个淘汰赛的概念哦，概念哦，谢谢谢谢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好，有踩到，你这次又做对了什么？踩到，踩到了，一下也没踩到，你为什么一次踩完浪费体力不是这样吗？来来回回多累，好，恭喜你。
过关了啊！易伟，易伟，易伟来，要易伟，易伟，来喽！他累了啦，他说他累了啦。易伟，那真的淘汰了耶！一个暖暖包好，谢谢。又有暖暖包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谢谢，我们工作人员会给你拿。谢谢。好，真的淘汰一位。观众朋友，如果听到这是四强啊，七道就有三千了。观众朋友能否挤入前四强？身体记得要动。三百三的高点，哎呀，方向歪。啊，可惜哦。有位完全很像送了嘞。没碰到，好像没碰到。但是郭宗佑，我跟你讲，他是越来越棒了。为什么？他越来越懂得怎么做节目。而且这是让观众想都没想到，他的目标到现在都没踢到，他是认真的，不是开玩笑。我的真的没在演了。但是郭宗佑真的棒，来给掌声鼓一下。厉害！谢谢。是。好啦，财神爷虽然没眷顾你，但眷顾了我。守财，应该这样讲。那就有一得有一失，都是这样的。很棒，很棒的。大家看得开心就好。是，你获得我们大家的尊重了哈。感谢。好，那现在只剩下三位了。三百四就是18000了，18000哦，剩三位了。18000。好了，340。哎，我们目前节目最高踢到多少？335。所以先挑战记录嘛。破纪录了，这个。330没有破纪录，现在340破纪录，真的吗？所以我们不会挑战350，因为纪录要留在那边嘛。没有，那我们节目要做给谁看？我们就是330到一个坎嘛，340有过就破335的纪录了嘛。还是就350就明年再来。啊，对，你要挑战350，那个是个不是说不给钱，是没有这个。还是如果说340有两个过，你就让他们挑战350啊？对，如果有两个才有输赢嘛。包括他说他要那个350的啦，他350的。不是，我们现在讲，你们在听，我试除非好看就4年一次，如果好看每年踢就好了。有两个，如果有两个啦，好不好？如果过两个，当然两个就两个再来说了，两个再来说了，340起跳，13000元。冷掉了吗？高度够，不是，跟郭宗佑一模一样。我刚才是这样啊，你够高，但是不够准。天哪，太可惜了！我们这样看，你是盖过去，但是没摸到，那博瑶可能会过啊。对，你去准备一下。好，行。博瑶应该不会过了。你们跳完，他的体力最好。哎，你又做错什么？没踩到。没踩到。他都第一次做错，第二次纠正了。对啊。放心啦，按照逻辑，你等一下就踩到了。对。很冷。回去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Hello， 你们。他进来。完全没有。你的男人。这一点等于打我们耳光一样嘛？怎么了？啪！撞了，好痛啊！你现在可以破纪录了，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补考，而且340是我们最高纪录。是啊，你现在等待那个还是要跑一下啊，六层跑，不要没有，你就是一万八的得主，一万八得主，纪录340，对，很简单，清清楚楚。OK， 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来下一位补考了，一位。加油！刚刚没有听到，这次的补考。
心。那是风车加油，哎呀，加油，插到。没有啦，没插到。哇，哎呀，好。你们先不要走哈，对，我看你们帮你们争取一点红包了，因为每个人跳成这样，对，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而且他是三强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国瑶，国瑶可以放弃哦。谁要放弃啊？来呗。国瑶有没有机会成为第二位？采用一踩，这一次能不能踩好呢？踩好了，踩好了，一点点，高度高度太高了啦，三百是真的蛮极限，距离差一点点。OK， 距离差一点点。两位没先休息一下。你是今天的冠军呢？对，照理说你要挑战三百五嘛，但是我们节目呢，做节目是一定是把最好的技术先留着，嗯，好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世界破纪录就破纪录，等下一次嘛。对，来来来，好，好，你来探班了？怎么突然出现来探？怕你们冷啊。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在这边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边？我当然有小道消息啊！哎呦，还带来热豆花嘞，就带两碗热。对呀，你怎么带热豆花？后面还有兰兰呢。各位观众，新年快乐！哦，你是来拜年的。大年初一，大年初一，赚钱 together！ 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来，我们继续送幸福。强烈怀疑，是不是你叫他送这个进来的？想要转移我们的话题，你真是来的正是时候。他现在很冷，真的。好，对对，先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先倒米液。来来来，快。我们来来，就是都没有感觉，到哪里录影都还有。对呀。像我们到台南还有人装的不正式。就你啊。有啦。来，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杜伟。哎呀。来，祝跟我们讲几句话来。这个正月混初五的时间哦，这个咱六月五这个，就是财神迎财神的活动，大概有600多个红包啦哈。那欢迎各位乡亲哦，也当地讲话这个来六月啊，参与拜拜，安尼红包嘞。好，谢谢。初五迎财神嘛。对对对。在四天呐，给他扯一嘛。扯一炸，扯二炸，扯三，困干吧。扯四。平常有的是初四嘛。扯四就财神庙真正迎财神是初五。那是个人家接财神，庙是庙是初五。原来是这样，是的，那他已经等很久了，叫财神，他要来接财神的啦。哦，财神爷，财神爷，急不搞，我要跟我们报吧。啊，报钱，报钱，多少钱？一二三四，我够够，六万，我算慢一点。哎，来来，等你送进来。多少了？算到多少？7、8、9、10，10万块了。1万块，他叫报钱，那18000。来来，里面在开记录。你进来了。1万8嘛，1万8是他个人的成绩，对对对对，很厉害的。那我们先主委先颁给他，好，颁给他1万8，成了1万8。恭喜！谢谢！真的到这里才能送到这么多钱，真正叫接财神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其他跳成这样都不用给吗？要啊要啊，对啊，要啊要啊！来来来来，佑辰跟国瑶两位三强的，三强三强，大家都很认真，很认真。来，主委。好，勉励一下。太重要了，我差太远了。来，这个谢谢。哦，他博雅，这两位是三强的，三强好不好？恭喜恭喜！后面跟参赛者的哦，对对对，好啦，这边签好。好嘞，好这边。谢谢主委，谢谢，谢谢。重要，我们加油，都很累，加油。我就1000块了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天宝，谢谢天宝。不是，先喊一下，大年初一啊，皆大欢喜啊。那个今天看完我们节目啊，也财运亨通啊！初五来这边哦，等红包了啊！初五来这边，真正接财神，真的16800啊！还继续送幸福，要来来。新春期间可以来趟财神庙，祈求财神爷能保佑新的一年都能探大吉哦！年初一啊，金银仔过摸短，哇，上两桶金啊！金玉满堂，这些要送给乡亲的，对对对。我们来挑礼物，要送给网络的朋友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个是发财树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！哎，好多，你看看，好多一些文创小物。是是是，很可爱啊，就摆在家里，金光相向，一汤金。哎，我刚有买这个。哎呀，一桶金啊！一桶金。这个上面还有鱼油，看，所以。不是鱼油啊！
金元宝水晶，这个就可以了，黄水晶。来来，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是这个，哎，这是要送给大家的礼物，对呀，去年是虎年，大家不要以为是卖过去的东西，不是的，这是虎年的吧？不是啊，因为这里有侯牙，侯牙就是财神爷，侯牙马其的比尤利啊，哎，侯牙就是财神爷啊，这是金江的财神爷，一尊金板两千几块，真的，给他送给观众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要抽奖的，这个好像观众，真的很可爱，这个好像你哦，啊，真的吗？啊有。好像你哦，水水的。我要问诸位，诸位，我讲讲大家的猛力吧，要澄清一下，家里其实不能请财神爷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请吗？财神爷不是庙可以请的，一般是。对，私人的，我们这个是赵光明赵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但是你一般的武圣观光那个也是叫武财神。哦哦。那真正五路财神就是这边的东南西北中。嗯，瓜哥的意思是家里是可以请的吗？一定可以，可以请哦。这个是发财树吗？对对对，没错。好，业绩。哦，这个有什么特别意义吗？如果请回去，这个拿回去的厨师金塔哦，金塔，金高塔，这个这个这个五元是一个将军哦，将军姓杜，杜他是赵光明的座下棋啊。五爷里面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年新开创出来的，因为关哥你们今天来了，今天又是大年初一，那我们财神庙从元月份元月初一正月初一开始。只要你们有进来的，我们大概有补财库的，我们还有一个小金库，嗯，随时会送。那个是新开花的，对对对，那个新开花的，可不可以？哎呦，这个也送给观众了，哇，好可爱！网友，所以大年初一看我们节目，一定收获满满。五路虎，对，因为五尊财神各有神，是五路虎财神。来，送给观众们了啊，谢谢。刚刚也介绍过了啊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再送奖金给我们观众朋友。穿新衣丢垃圾，来，穿新衣丢垃圾，重音重音来。你待会做的，我哨音吹呢，你要穿衣服跟穿裤子。大家看就好了，穿一件衣服，穿一条裤子。好，开始。然后才可以丢垃圾，一袋一袋丢。丢到最后不能超越那个蓝垫，最后那一块。我们只是示范给乡亲看，那个两个人，你们今天注意款哈，预备，环保大队的全准备。你按照正规哈，不要自己故意加快或加慢放慢啊。来，这条裤、这条衣服、那条裤，一条衣服穿完才可以穿裤子。对对，来，预备，穿新衣丢垃圾。垃圾车没错，是你完全说要一袋一袋丢，一袋一袋。而且你这样没有穿好，这样没有穿好不行。谁会这样都没穿的？出来路上到的时候，因为外面只是加了一件比较短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件长的。不是在我们认知，你是露胸部。好啦好啦，又露内内裤，内裤又露出来了。听清楚，观众朋友，你一定要照正常。爱情而后，你不看你没穿上，出去不要分手。错误，看到吗？错误呀，知道错误的。哦，啊，那个垃圾车刚刚两个人，我跟长辈呢，待会我来开垃圾车，我们会造福垃圾车给我们乡亲。我们先访问这位，来，怎么样？陈宝林，陈宝林啊，宝林啊，常常见面啊，常常来这边卖咖啡呢，对，卖咖啡嘛。几年无看到啊，又玩这笑脸了，没有，我看到哦，没啦，没有啊，那请他修呢哈，有啦，做修，啊，一叠一千哦，好，啊，请我好啊，像咱哩都在郑州比赛哦。安全算犯规，你也知道犯规就没事。知啦。好，来。啊，你我脱鞋，我脱鞋。衬衫。好，来。开始了吗？对，没有，你先脱一下，不然你怎么穿？来。外套。那你们到后面给阿妈鼓励，我来。来，关哥你赛分手下。好来。哎，注意一袋一千哦。好。一千嘞。哎。啊，姐啊，做个意见嘞，你讲这衫喏。嘿。就是碎念啦。碎念。先修碎念啦。哎呀。有卖就买，看有卖就叫高度就碎念。我领那价钱卖师傅了。妈嘞，外套、围巾、鞋啊，拢脱
算掉啊！啊，你无啊，你个唔好，买。我从来做拍款，我唔敢。啊，三爱个造型，造型。啊，唔过你三爱，哎，造型。拍穿哦，拍穿。哎啦，我穿的。你就是妈妈，会穿拍款。真的穿的咯，那也穿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给我掏钱啊！来来来，花花胜了。好，准备哦，谁要谁要谁要谁。哎，必要的开始哈，好，准备啊！开机丢垃圾，三小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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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白白的吗？我没有黄牌。你怎么看？你怎么找那个顶出去嘞？没有被顶进去。我是守门员啊。你给他一个出去，你给他顶两个出去。啊，不能好五个的。对啊，好厉害啊！我这样顶他还可以从中间飞过去。我是死角，我没办法顶哎。对啊，刚好飞过去。黄牌一张，记警告了。哎，阿你冇伤心，阿你偏伤，哎，阿你冇伤心。我拿个嘴呀，你今天给他顶过去。哎，我刚刚有稍微刹车，不然我早开了龙珠那边去了，对不对？我有刹车怕过的。对啊，你开那么快，穿这样很好看。哎呦，他有标准吗？有。他有标准，不标准的是你。哦，你好厉害，给我顶了两个，真的。你一般丢到黄牛家吗？我如果不顶，怎么丢到？如果不顶，哇，很破散呢。你们有三个排队要玩，还是我们就这个结束了？没有啦，还要跟人家玩呢。来，这个大年初一大家开心啊，是不是？来继续送去。哎呀，我说瓜哥，你不要再让爱你的妈妈们伤心了啦！下次真的不可以这样喽。我刚刚顶一袋垃圾还有水。是吗？因为那垃圾袋本来里面什么没有，他那个垃圾袋是新的，可里面东西人家喝过的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你们里面有水嘞，应该放一些玻璃瓶啊。我这样顶会头痛啊。来来，贵姓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陈小姐，你好。哎，阿弟，买不地膜啊？对呀，对呀。啊，阿弟，你衣服会太厚，会疼开不？三十高，你光穿衣服都花很长时间了，我开那么慢，你们还没丢。那你要开慢一点哦。开慢一点。对啊，我看好快。所以还有什么话要跟他讲？他刚推第一个之后，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讲的不？推太快了，推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好，好来，哎，你不要头去顶啊！他说你不要头去顶。哦，我不用头了，不用头了，不用头了，绝对不用头了。可以这样，那我们先买呀。很多头不进去。对呀，坐坐坐坐坐。坐，请坐。不用头。啊，准备啊！加油！来，车手，请准备。来，穿新衣，丢垃圾。谢谢，这是红牌，红牌啊！为什么不是不能用头顶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用头。你还给我头上东西？你为什么露出车里面有这个机芯啊？现在啊，开车用路人很凶，动不动就用棒球棍了，我不能用。你会保护自己啊？那你为什么眼眶泛泪？笑太累，我都没想到我打击力那么好。哎，不可以，那怎么这样呢？我不是极弱世代，为什么还丢两袋进来？他还是有努力丢啊！遇到你这种垃圾车，我们怎么到啊？我就是垃圾人啊，怎样？对呀，你从苗栗来哦？对啊，从苗栗来。人家从苗栗来，这个深坑到垃圾，你把它丢了。你可以骂我垃圾没关系。你就是想要人家骂你。这样也是2000块嘛？这样也有2000的啊？谁啊？对啊。你去检查几袋？几个？哎。金光奖，你不能丢掉吗？两袋而已啊，两袋哦，两袋，他已经金光了。
2000块啦，2000块啦，好，来，恭喜恭喜，是是是是。那还有人还要玩吗？对，还有位啊，还有要玩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第三位参赛者，是是，第三位越来越年轻了，我哪追得过他？哇，哎，几？看起来年纪几岁？几岁？15岁。35岁，35，我说他15岁，他35岁哦，很年轻，还是年轻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已经一张，你要选择头锤还是用这个？没有，都不行，不行啊，都不行，都不行！你那个已经黄牌加红牌，你早就应该出场了。对啊，还让你推，你不可以这样道具啊！那我了，我看嘛，我还弄啊！而且你就让他等哎，本来你等，你就让他丢垃圾，人家可以开快一点吗？你不要给他太快了，我刚刚没有快，我只是蛇形而已。不过说实在，他因为比较年轻，你稍微快一点点。对啊，你丢5袋，我怎么对得起那个这两个人加起来5袋的？好，我这个东西啊，我这个东西现在不用，对不对？放这里。不可以再用这个了，不要再用这个，怎么丢？所以不能投水嘛，对啊。不行，不可以。那我要开快一点，好嘞。好，来，一样哦，一件衣服，一条裤子哦。好，请准备，穿新衣丢垃圾。你是丢的很用力吗？很轻，它很轻哎。对啊，那可是你那时候都没有进去啊。丢准了呢。你要旋转，要旋转。他说他丢准了呢。对啊，他为什么全部都跑出来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是挂杆的问题。干什么？你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哎，再丢一次，再丢一次，再丢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反弹了。反弹钱。我车子里面有几袋垃圾就是几袋。OK， 没办到，真的没办到耶，是有一个垃圾。我发现有人在那里了。有人，被发现，有人哎。其实大家都要给钱啊，来，我请主委来给钱了。啊，接下来颁奖了，妈妈。慢慢慢，妈妈慢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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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田主委田朝义。来来来，田朝义。掉掉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最欢迎您来，每年嘛是爱过来啊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因为今年大家新年快乐，今天是先跟大家拜个新年，好，大家恭喜新年发大财，啊，大家为我们来财神庙拜拜，对，发大财。哎好。那我们来，颁奖给三千妈妈了哈。哎，这就是第一位妈妈。刚刚有没有作弊？没有，他帮你丢进去一个，他作弊，对，整个几个，我不作弊，你会拿更多。他有作弊，没关系，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还讲得这么理所当然，来三千呐，妈妈，哎，第二个妈妈的，妈妈也有2000呐，哎，先说起来鼎力的给我，来来来来来，鼎力2000，鼎力也赞助我们这位妈妈也2000呐，来这个鼎力2000，谢谢。皆大欢喜的，哎，人人有奖啊！大哥，那这一次哈，刚刚我们新年这个财神庙里面有一些开花的心得哈，也是这个扭蛋机哦，我邀请你来试，哎，试手机一下，来来来，好不好？还有扭蛋机，因为我们今年是大年初一嘛，来来，这个是扭蛋机，扭出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？哎，里面你在文创里面的东西都有哦，好，那我来扭第一个可以？那你来可以啊，你来扭第一个，这边马上，转就好了，里面有，有了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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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有没有转？再转，再转。看他的手气，两个，哎，中了哪一个？看您的手气，这个大惊喜打开。你打开啊，我们两个，您有两个对不对？哎，你打开。打不开吗？哎呦，哦，哎，100块，那个是你的，太棒了，这是我的，我下来帮我打开的。所以你看，你要把福气送给别人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真的。
哎，还有这个呢。哎呦，你们看不到，你们刚刚看不到的。对对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就是中坛元帅的阵容。哦。对，中坛元帅，中路了。对，中路。他奖一千块也很高，其他都100的、600的。对，100的。每一个人都可以下去试试。哇，你看，哇，每个人都有呢。100块。哦，这多少价？哇。这是中路财神嘛？这就是这次叫中路财神呐、啊。正财神丢光明。好，谢谢田马。